侬蹲了上海，假使问伊拉生煎侬欢喜吃伐？大部分人肯定马上回答侬侪欢喜吃的。但是侬问伊生煎特锅贴，侬欢喜吃何里只？有交关人就要觉老了。讲到锅贴，实际上交关人是老欢喜吃。那么今朝阿拉来讲讲上海几爿锅贴做了好吃的店。第一家牛河饮食店，伊的锅贴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大，每只将近60克；第二只是汤汁多，一口咬开来，个汤会得飙出来。阿尼锅贴做了40几年的老店，伊拉锅贴的芯子相当好吃，搿里向的搿段肉新鲜了不得了，吃起来又紧实又有弹性，当然成本也蛮高，要12块一两。接下来搿只名气大家侪晓得了，喜风锅贴，锅贴的皮薄肉嫩，汤汁也多，3块一两。有人讲实得，有人讲稍微贵了眼，但是汤勿辣，味道好吃，买起来总归4-5两最起码。王阿姨锅贴大王，伊老早叫沙府，交关人肯定晓得。锅贴的皮子，伊做的芯子里向还有会得放猪肉做，7块钿一两，辣盖秦淮区性价比已经相当高了。除脱鲜肉锅贴，还有一家锅贴是有特色的，就是胖阿姨锅贴，伊是炒头跟肉一道做的。一只锅贴就要55克，码子大，味道也好，不沾醋也好吃。关注到最上海，评论区告诉阿拉，侬最欢喜吃的锅贴又是何里家？我在上海，大家都在。